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推出旅游新玩法，有观光巴士、真情巴士，让民众自由选。市区海岸线经由市区、资本、小叶流等，纵谷鹿野线可经过卑南文化公园、出鹿牧场、鹿野高台等知名景点的观光巴士。经典接驳公车它是行经火车站、机场，还有很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景点。它每小时会有一班，能够让你就是自己想要去哪。然后做了深度旅游以后呢，能够再搭下班车到下一个站。那这景点接驳公车呢，就是你上车用现金或者台湾通的卡去买就可以。想要更深度旅游的朋友，可选择真情巴士，只要花点零用钱，就可让你玩整天。那这真情巴士的一日游，它是只要十个人以上就可以出发。那行经的路线呢，它就包括了所谓的资本、金峰、太麻里，还有我们今年还新增加的一条海端乡的乌尼拉之旅。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，它其实含解说、午餐、保险、车资，全部只要338块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日游含午餐338就可以了。有资本访秘境、锦记八八巡礼、乌尼拉之旅、台湾先体验四种好玩的路程。还有车上导览、DIY 体验等多种玩法，等你们一起来体验。东台新闻杨国柱在台东报道。